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、香港 Press 卡、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广州玉丸堂、上海超艺卡牌、北京卡拉和赞助播出。快点要我哟！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，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牌猪解说。今天来解说这一副蜥蜴王 GX 的牌猪。好，先看到我们的百变怪可以进化成任何一阶的宝可梦，但是必须要下回合才可以做进化哦。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尾唐草，它的第一招非常非常的好用。其实哦，如果你起手是它的话，也不用太担心，反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充能量的动作，从牌猪拿一张基本的草能量充到你场上的一只宝可梦身上。好，接下来进化我们这个蓝昙花。来，蓝昙花的话可以帮助自己场上的草系以及火系的宝可梦攻击力多20点，那这20点的话你不要小看它哈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个来木手工。来，木手工从牌组拿一只草系的宝可梦放到你的手上，那这一招的话说真的你起手是它的话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，因为你可以拿另外一只木手工，或者是甚至是我们这个森林蜥蜴都是可以的。来，森林蜥的特性非常非常的强大，一回合一只使用一次，从牌组拿一张草系的宝可梦到手上。哎呦，那这样怎么做呢？如果你第一回合有铺好铺满的话，你只要第二回合有一只有一只这个森林蜥的话，代表说你可以进化拿森林蜥，再进化再进化拿森林蜥，再进化再拿森林蜥，再进化再拿森林蜥，一次就进化四只了。这个森林蜥非常非常的酷，对不对？嗯，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蜥蜴王啦。它这个是小只的并不是 GX。 来，它的特性也非常非常强大，我觉得还蛮针对的，好，蛮针对的。它可以防止对应该说自己场上的宝可梦如果有贴草能量，注意是草能量，那它没有限定基本，所以说你如果贴有草的那个三色能量的话，或者是彩虹能量的话，都是可以的，可以防止对手的异兽宝可梦的攻击伤害。哎呦，感觉还蛮酷的嘛，所以说我只要每一只身上都贴个草能量，代表说你根本不可能打到我。例如说什么小丑啦，碰头小丑，或者是什么差不多啊，碰头小丑就是那个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第一招他招式我是觉得应该用不太到，然后打自己全场的宝可梦的能量数量乘以20，所以说我场上如果有10克的话，我会打200滴。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功能牌了。那你要兼副打手的话，我觉得不一定用得到，不一定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主角啦，蜥蜴王 GS 非常非常酷哦。第一招打60点，拆掉对手一颗特殊能量前排特殊能量。如果对方是什么索罗亚克之类的那个双武贴一直贴，你就把它拆掉吧，好吧？我觉得非常爽。反正我们血量230滴，你基本上没有打两下是不可能秒杀我的齁，特别注意一下。来，第二招打130滴齁，强制，注意是强制哦，把自己身上一个草能量往后转齁，往后边贴。所以说这个130打完之后，你要自己注意一下你手上的能量，必须下回合还是有办法来做进攻齁，不然你可能就尴尬了，第二招打不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 GX 齁可以恢复自己场上的宝可梦，如果有草能量的话可以全把血量全部都补满。嗯，好，所以说我觉得这牌感觉就是说齁，每一只宝可梦如果身上都有贴个草能量的话，可以发挥它这个非常非常大的效益，有没有发现？尤其是对上这个异兽牌组的时候还蛮有效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来叠叠。来，叠叠的话从手牌下到后牌可以从牌组拿一张志愿者到手上，那这就是你如果起手要拼莉莉爱的话就直接用你的叠叠吧，没关系。那中后期的话可能会用竹篮，我们的骨之马可能比较多一点点，那等一下会讲到个草种，那我们就特别做解释。来，攻击招式的话看双方前排能量数乘以20，不计弱点抵抗力，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。来，吹风机放一张，吹什么呢？我觉得可能吹场地吧，因为我们场地说真的还不多齁，等一下会讲到，那可能会吹个什么从头巾啦、接力棒之类都是可以的齁。好，再来做这个全不要，来放三张，哇，非常非常酷齁。来放三张，就是因为说真的我们的血量非常的硬，那加上我们可能会用这个轮转位移的方法来打齁。所以说我特别就觉得说齁，这个全不要齁，虽然说你补满能量会丢光光，不过你如果逃跑之后呢，你用别只来打的话也是可以的齁，我就全不要点，反正等一下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下我再跟各位来做解说。好，来，草球的话可以有两个效果齁，它可以
从牌组拿一张基本的草能量，或者是一只基本的草系宝可梦，好，到手上，那这个的话，芒果就觉得看情况做使用，我也不确定，不确定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糖果放一张就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说真的，你必须要做的事情是，只要做出来我们的木手工四只的话，下回合你的森林蜥蜴基本上一次全部都跳满四只，吼，跳满四只。那如果运气好的话，糖果在手上，你可以直接跳我们蜥蜴王来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，吼。所以说这副牌说真的是打有一点打后期的持久战，吼，持久战。系列的，好，再来就是我们这个单价，来单价放一张以备不时之需啦。如果你牌一开始丢太多，或者是死掉，或者是什么需要进化之类的啦，我觉得最尴尬的情况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遇到异兽了，结果这只不小心被打掉的话，情况下就用我们单价救回来，直接进化上去再贴个能量，那代表对方一定会大爆炸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就是我们这个来 switch 放两张。刚我讲到就是说，如果你打完第二招那个能量转到后排另外一只蜥蜴王身上，那你这只蜥蜴王身上被打残血了，那我可能需要跑掉嘛，对不对？用 switch。然后用 switch， 或者是你要做撤退，其实我觉得也 OK 啦。然后用撤退 OK， 那撤退完之后呢，我们全部补满之后，对方就说哇，怎么又补满了？我这另外是希望要怎么打？那我们前面刚刚是满血的情况下打第二招，再手贴一颗嘛，对，因为刚刚我第一颗已经被转到后排去了，第二颗手贴，然后打完130再继续往后转，哇。对方就发现这个 combo 好像有点机车哦，所以对方必须要耗到把我的能量全部耗光光才有办法赢哦。好，那再来高级球放四张，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情况做使用，没有问题啦，好不好？来场地卡只有放一张这个菱形的森林哦，森林场地的话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个我看一下草系宝可梦回复60滴血量以及这个负面状态哦，好，负面状态。那这个回复60滴，说真的，其实没有并没有指定哪一只哦，但是你这个负面状态基本上在前排才会有这个负面状态嘛，负面。状态就烧伤、中毒、混乱、麻痹，这些你应该知道吧？好不好？好，再来，竹篮四张，莉莉安四张，这个应该没问题。古芝麻三张，来看一下这个草种哈，哎，它中文翻译什么忘记了？是草种吗？好，可以恢复自己一只哈，有任何草能量哈，草能量的宝可梦血量80点，嗯，这也不错。所以说我们希望说真的230，应该蛮硬的啦。除了克属以外，哦，克属现在火系最强是什么？小丑。那小丑反正我们有这只蜥蜴王，所以说真的遇到小丑也并不是很怕哈，不是很怕。那其他的话应该没有什么牌可以秒我吧？我想看看，好像没有吧。嗯，有的话跟我讲一下好不好？好，那可能凤凰就有办法秒了，呵呵，凤凰。好，那头巾的话放三张，你看。我130嘛，如果加个头巾变160的话，我加个这个蓝糖花，我可以打180，哎，180也可以秒杀掉对方的叠叠啦，我觉得还不错齁。那如果对方可能是血量190的什么，嗯，我想想看有什么190-200的话，那我们就做两只吧，做两只的话至少可以打200滴，好不好？不过我觉得做一只应该是够用了齁，够用了。好啦，那草量放10张，那这个大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希望的 deck 齁， deck 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！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，确认数量后，再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，填写 Mango， 立即享有 5% 折扣哦。龙超无刚，这一个一看就龙奈吧，呵呵，好，有龙系，有超系，有刚，这刚就基拉奇嘛，对。那龙奈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他后手也可以齁，那如果他是用我想想看哦，他用龙奈打的话，这我觉得哎呦，这个手牌好像还行啦。switch， 我想想看哦，他如果用奇拉蒂娜来做这个 loop 哈，来跟我打的话比较伤哈，因为我的伤害刚好是130哈，130，那130的话，好，哎，先手只拿一张哈，好，130的话，我就只用第二招一直130130130嘛，反正他也秒不掉我，那我可能就会这个补血的作用哈，来，那再来的话，他如果用龙奈的话，我觉得我的小蜥蜴应该要做好，他打算用龙奈是不是？好，说用奇拉蒂娜。好，奇拉蒂娜打的话，我刚刚讲错吗？对啊，奇拉蒂娜没错啊。好，那他我想想看哦，丢奇拉，好，再抓只小乌贼。所以我们要做小蜥蜴，要做小蜥蜴，好，一定要做小蜥蜴。好，叠叠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做一只哈，我们来做一只这个蓝糖花是可以的哈，一只就够了啦。那等一下应该switch用掉吧。好，莉莉还抽四张而已，好亏哦，才四张而已哦。那其实刚刚这种情况哦，我建议哦，就是可能其他蒂娜不要用丢掉的，直接下到后排，你可能丢其他东西又可以多抽一张。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细节啦，不一定啦，我不知道他手牌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不确定，他有可能其他东西太重要了，没办法丢哦，我也不确定。
好，巢穴球在抓着小乌贼或者是基拉奇呢？好，基拉奇。好，那基拉奇直接撤退哦，翻一下。那现在完全都不关我们的事情了，对方就做他的事情哦，我就发呆吧。我这卡套很贵，你们知道吗？卡套卡盒，这卡套卡盒超贵。哎呦，好，干嘛？干嘛摆这个脸？没事做是不是？下不来是不是？啊、反正我杀不掉你，怕什么？反正我要让他做撤退哦。其实我觉得很尴尬，就是你看，其实我明明，哎，这样，这个吹风机我就先不要用好了，好不好？先不要用。那我觉得哈，我这场我觉得我看一下，我们草能量少一张，蓝昙花再一张，好，刚好蜥蜴王在哈，那森林蜥蜴三张，哇，森林蜥蜴有三张哦，木手工三张，四张，好，叠叠在，高级球少一张，头巾少一张 ，OK， 好。那这个情况的话呢，我建议啦，建议吼，还是让 switch 好不好？还是让 switch， 因为我们必须要添能量，好不好？让他做这个抓牌的动作吼，做这个抓牌的动作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一手的话，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就不多解释了，因为我们后手嘛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能铺好铺满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像可以，我想想看哦。再抓一只，他应该杀不掉我吧？我觉得应该啦。好，那下回合我应该就可以直接做出我的这个森林蜥。然后重点是我有这个我有糖果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那个啊？我是不是可以抓大的？算了，不要好了，反正我会进化很多东西。我想一下哈，小只的是不是？好，再抓只森林蜥。OK， 欢迎。他如果杀掉我的话，我应该就直接用这个单价救回来了吧？好不好？那我等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龙奈什么时候会出来齁。他龙奈如果贴三颗超能是有办法秒我的蜥蜴王，所以我觉得在他的乌贼有三只之前齁，我可能先不用这么急着做齁，先不用这么急着做。而且他手牌好多、哦、我这牌没有放干扰的手段齁。那他可能会有马下朵啦。裁判应该是不太可能有吧，你要干嘛齁、哦。给谁？哼，不怕不怕，我有那个这个齁，你看他如果要点我的话齁，全部要给他就无所谓了，对不对？反正我们有这个他，我反正他身上不会有能量，不怕不怕。好，那你基拉奇怎么撤退的重点齁？应该杀不掉我吧，我觉得啦。哦，竹篮 ，OK。那他现在要进化两只，再加能量丢两颗，有两颗了，哇！然后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不要这样子。我觉得你这运气不太对哦。哇，这运气好好，我天哪！好，冲一颗，那你第二颗有办法冲出来吗？冲不出来，我就安心了哦。不要保障啊！不要保障啊！不要高级球啊！有的话，我可能这次就去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做好做满了，我觉得应该 OK 啦。吼，做好做满了，应该不用，应该还好。六七八，哎，我觉得做两只蓝昙花好像也可以哦，因为我这样子打100D。对，第一招我一颗能量就可以打100滴，100滴的话，我直接杀乌贼好像也不错哎，我觉得。好，60、80，所以我觉得等一下我可以直接来用那个嘛，干嘛？哦，我想想看怎么打，有能量是不是？先进化好了。好，因为糖果刚好在手上齁，我们直接来做这个，我们直接做那个好不好？直接做蜥蜴王齁，直接开扁。那这只也做那个森林蜥蜴。OK， 没问题吧，各位，没问题吧。然后这个直接用跳的齁，直接用糖果跳，看得懂吧？
你看，非常非常的强大，非常的好玩。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话我们直接抓那个蓝糖花，哦，蓝糖花。其实我觉得抓尾糖草也可以啦。好，攻击力变150了吼。OK， 直接抽满。看一下，哇，这手牌还不错啦。好，先打吧。来130吼，130直接打死了。我没有抽到吹风机，不然应该他就爆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放一张到后排。那他现在应该是，他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龙奈杀我。哦，他现在用龙奈杀我的话最好。不过要看运气啦，看能不能做出龙奈啦。三张能量的龙奈来秒我，现在是他最需要做到的事情，好吧？但是我觉得我下回合应该也是做得出来两只这个，哦，一只蜥蜴王再加一只另外一只小蜥蜴王，所以说他基本上应该动不了我，哦，他动不了我，我觉得他动不了我。下回合他龙奈，他就算这回真的龙奈秒我的话，他应该也动不到我吧？我觉得啦，要拿钢能量吗？那对方如果是这个陀螺轴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场地哦，应该是没有。那之前芒果派的异兽环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哈，这两种轴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确实陀螺这个哈，指尖陀螺轴比较稳一点点了哈，比较稳一点点。那异兽环轴可能就是要拼一下运气哈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看他超能量是不是？超能量有办法丢掉吗？高级球丢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那直接抓一只乌贼王吧。我在猜应该是乌贼王啦。那等一下这个可能需要全补了，是不是？还是不用，这是送他，其实我不觉得没关系啦，就把他打掉就好了齁，我就把他打掉应该 OK 啦。好，飞回来。来给你点吧，没关系。欸，蜥蜴王血多少？蜥蜴王血如果低于130的话，应该说我的血量如果130以内的话，那我可能就要补一下了齁。那蓝糖花的话他应该不用点吧，我觉得没用啊。你点蓝糖花好像没什么用。好啦，好像点什么都没用。哇，我有头巾。好厉害，他现在就要拼一颗能量，齁，再一颗能量。来，有能量。应该有吧。不，你刚刚能量应该先提。我觉得他刚刚好像有做错事情呢。你明明就有能量了，你不先手贴。那你现在开莉莉爱的话，你可以拼一只乌贼，基本上三颗能量一定可以打啊。哦，再做只乌贼 ，OK， 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来对方是欧洲人。好，那现在会打160哦，160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高哎。不，这次送他应该是没关系啦，我觉得。好，他抓什么东西？可能会抓个竹篮 ，OK。那我们等一下应该也会用竹篮哦。那龙奈要小心龙奈秒我啦，他我觉得他那这回做龙奈比较好说，因为做龙奈我也秒不掉他齁，我等一下也秒不掉他。好，欸，运气不错欸，三张欸，三张那个欸，不过等一下我也秒他齁，应该还好，我看能不能抽到场地好了。好，160滴，然后40会给自己，一定是给自己啦，不用怀疑。嘣 ，OK， 好，那我看一下，60、80，我现在打80而已。第一招的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投进的话，我觉得目前暂时，我觉得好像用不太到的感觉。给你好了，好吧？好，我们先进化来。那他有可能会用龙奈秒我吗？我不确定，我不确定。反正我三张可以抓，无所谓，好不好？再抓一只这个没差。好。我觉得我会打第一招欸，我觉得啦。因为说真的，我打第一招，你等一下自己也不可能自己给自己伤害啊，对不对？我打第一招打80点，你剩10滴的话，你应该不太可能给自己伤害吧？好不好？那我想留住他欸，其实我有点想留住他欸，你们觉得呢？因为我现在撤退的话，那跟全补没有差别啊，我觉得没有差别啊。好，补吧。好，竹篮。有股芝麻是不是？那我等一下这招，这只好像可以揍，好像可以杀那个呢。好，打
打八十剩十滴，来他剩十滴，他不可能给自己伤害啦，他一定会给乌贼吧？那给乌贼的话，其实我等一下杀乌贼的感觉好像不错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杀乌贼哦。好，直接竹篮，那他现在满了吼，他现在说真的一定要竹篮，因为他也不知道干嘛。那现在我能量有两只，所以他的龙奈跟旧月吼，应该对我完全无效吼，完全无效。这场可能会打有点久了，因为没办法，西王就是磨后期吼，就是跟人家磨啊。那我的这个什么我的那个草种啦、啊，还有森林啦、啊，都还没出来吼。有森林的话应该比较好打啦，我等一下可能要拼个森林之类的吧。好，继续打，四十给谁？给乌贼，应该要给乌贼，我在猜的。嗯，没错。好，那既然给乌贼，那我就杀乌贼哦，好吧，我去杀乌贼啊。你应该没有那个吧？三只蜥蜴王，好猛哦、喔！好吧，那就杀乌贼啦。你都自己给乌贼了，我当然杀乌贼啊。那他最多等下古芝麻来搞我这只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八十。他如果搞我这只的话，我等下杀蝶蝶哈，我等下杀蝶蝶。Come on, baby。因为我刚刚猜到他40会放乌贼啦，已经猜到了齁，他放乌贼刚好正合我意齁，正合我意。来，那直接现在抓什么东西，应该不会抓龙奈吧，他现在龙奈对我一点效用都没有，再一只乌贼哦。好啦，做三只乌做你要做三组乌贼合理啦，因为他等一下就拼我可能没有草能量的这些这个蜥蜴王来杀啦，我是猜的，有可能齁。好，古芝麻来吧，这只给你杀，这只给你杀也正合我意齁。来，古芝麻，我草能量还有几张啊？哇，那么多，好像还有1、2、3、4，还有六张齁。好，牌组剩下20张，那应该会杀他吧，我觉得应该会杀他吧。古芝麻杀他，那重要是你40要给谁，因为你40给谁对我都不错齁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古芝麻来。好，先让你拿个两张奖励卡 ,OK 的啦。来 ,40 给乌贼王吧，我在猜的。好，给小乌贼是不是？给小乌贼哦。嗯，我想一下哦，我在想要用蝶蝶，要杀蝶蝶还是直接杀奇拉？好像杀奇拉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这两只，他龙奈，我想不到他任何方法可以秒我。我想一下哦，全部用得到吗？我感觉全部用不太到了。Switch 用不到啊。嗯，还是我直接古芝麻。可是我想绿牌耶，我有点想绿牌耶。好，我们绿牌好了。尾糖草，这张好像没用了，我觉得。好啦，说明等一下会抽到啦，算了。那这只怕等一下开 G 叉把我秒掉是不是？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杀掉他七张奖励卡嘛，所以不会输。OK， 好，还好，应该还好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吧，因为我现在不知道干嘛。来，先杀掉再说。我没有能量欸，糟糕，我没有能量，能量不够欸。好，一张。好，森林蜥蜴可以，森林蜥蜴进化它齁，然后我蓝糖花还没出来。那他现在龙奈应该对我没有效齁。他好像只有挡攻击，我看一下哦，挡攻击而已哦。对，挡攻击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挡那个龙奈放伤害哦。所以现在我小心一点哦，小心点应该还好。他这个是草系宝可梦，所以我等一下补的话，可能要补这只吧，好不好？补这只好了。我再抽张草能量的话，我应该就直接秒蝶蝶吧。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应该就杀乌贼吧，好吧？
没抽到杀乌贼，有抽到就秒叠叠。OK， 就这样子，决定了，就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好，那他现在完全动不了我啦，最多还是拿其他地拉继续打吧。那场地我场地可以下了，场地可以下了哈，场地可以下，因为对方没有场地，对方没有场地对我是好事。好，那他现在拿不会拿异兽啦，应该不会拿异兽。龙奈哦，哎、欸，我有这只哦哈，我有这只蜥蜴王哦，你应该不会犯傻吧？应该吧？你不会忘记这只效果吧？OK， 拿什么东西？莉莉亚，好，莉莉亚感觉现在没用了，莉莉亚完全没用，应该不下龙奈吧？大哥，你不要忘记哦。哎 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还没发现吗？我这只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？现在狙差也不能开啊。我觉得对方应该是很少看到蜥蜴王，可能他连蜥蜴王，他根本没有打过蜥蜴王，我在猜的哦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好啦，你们没关系，以后你们有遇到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有遇到就知道了。我突然不知道讲什么，对不起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不是吧？你应该没那么蠢吧？我觉得应该没那么蠢吧？害我不知道讲什么，我糟糕了。等等，我想一下，等等，我觉得我现在杀只基拉奇比较好，我可以打80，然后先杀基拉奇好不好？先杀个基拉奇哈，我想一下怎么做比较好，我拿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东西可以拿了，没东西拿了。单价好像也用不到了。好，补一下哦，那就杀吧。来80。好，等一下一张能量我就赢了哦，只要一张能量我就赢了，好吧？能量。哎呀，我能量死哪去啊？好，他现在可以开 G 叉了，他 G 叉最后杀我一只而已，因为还好啦。GX 杀一只不怕不怕，好，一只送你，一只送你，不是我能量嘞啦，能量杀叠叠就赢了，我能量死哪去啊？不到能量有那么多，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，对，还有5颗哎、欸，等一下我还有5颗能量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杀那基拉奇杀的不错吧？是不是？那这基拉奇杀的不错啊？你是忘记吗？你是忘记？特性吗？他应该说是，好，古芝麻应该会古芝麻吧？我在猜的，古芝麻可能会杀这只吧？哎呀，糟糕，他有十点了！糟糕，他再把我这只杀掉，我是不是就糗了？嘿嘿，应该不会啦，因为我打他两下我也赢啦。我有古芝麻还在啊，对不对？古芝麻还在，他用古芝麻杀我这只吧，没错。好，聪明厉害，这手就厉害了。好啦，拼能量啦，好不好？我需要能量啦，没有能量也麻烦。握单架好，不怕握单架，握优单架。你古芝麻还有几张？看一下，还有一张，是不是？应该还有一张啦。我单架单回来进化哈。不怕，可是我没有超能量，糟糕！我想一下哦，我先派一只上去好了。来，超能量我就赢了哈。对 ，QQ， 来超能量。哎呦，神抽哎、欸，好像 GG 啦。我现在可以打多少？130、160、170、180、190，好，200滴，好，直接杀龙脉。OK， 单价单回来齁，直接救那个蜥蜴王。如果齁，如果刚刚这只应该说，如果我们会打僵持战的话，这只就抓救回来齁，继续进化上去。OK， 好，芒果这场表演的还不错吧？好，来一直接200滴直接杀掉。好，200滴应该不错吧？我刚刚讲到的 combo 基本上全部都有表现出来。好，然后直接怎么样冲给后面。
OK 吧？你看七王非常非常的好玩又强大，我超懂现在出来搞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西王牌组哈，应该蛮简单的，我觉得简单呐、啊，又 不算贵吧，我觉得蛮便宜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以中文版来讲，这些东西除了比较贵的东西，应该是只有叠叠和百变怪吧，其他应该都算便宜吧？我看一下哈，对啊，都算便宜啦，好不好？都算便宜。好，那我们草系七王 GX 牌组，如果喜欢草系的玩家就可以组来玩看看。我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